今天来贴一个四驱，有很多大哥想看我们这个机器贴四驱的。第一步，先擦干净屏幕，排线位置固定一下。撕开欧克先对位，小心不要困到灰尘起泡。个人习惯把四周捏一下，在中间划一下。垫子的选择也很重要，我们的机器是不需要调压的，不管是大驱、小驱、四驱还是带框贴合，直接丢进去一键启动就行了。机器是用负压贴合，哪里需要压力贴哪里，整个机身就一张 A4 纸大小，就算维修空间小也能放下。正面完全没有气泡，边边有点泡，直接除一下泡。我家除泡机是内置泵的，只要插电就可使用，压力时间可调，现在可以看到是非常完美的。